所以这个第一个项目，其实第零个项目并不是拍卖的。好，那我们就进入真正拍卖的项目了。介绍过，介绍过，介绍过，介绍过。好，好，正。Hello， 大家好。然后我是就是协助策划的 Christine。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大家知不知道 Costco 的吉祥物是什么？有人会回答吗？它是一种动物，就直接讲，直接讲。大家知道其实吉祥物是什么吗？小卓，对不对？好，我们就是小卓，如果只当吉祥物，真的太可惜了。投影片下一张就可以了。就是它只当吉祥物，或只当一个吊饰啊、玩偶，这就太没有创意了。所以就是 有一位就是卖家，他捐赠他自己手做的就是小卓的耳环，对，然后可以继续往下页。但是如果只有小卓的话，就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因为 Costco 是一个就是包含各式各样的社群的一个地方。那大家知道就是最近一个很夯的语言叫什么？所以有这个就是做成够的超可爱的一个耳环，对，然后可以看一下它再往后，超逼真。对，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要分开成两个部分，我们要先拍卖就是小卓的部分，然后要交还给村长。好，哎，要不要开一下实物摄影机？因为东西就在这里哦，非常非常的精致。好，那这个东西我们起标价500元，有没有人要500元？有没有？好，这边有，哎，喊一下好不好？举手有点看不大到很多人。那个 Windows 500元，600元有没有？600元有没有？好，后面那边有一位600是吗？700有没有？700有没有？那我们后面灰色衣服的600元一次，好。然后还有没有人要更高价？好，600元两次。好，那哎，其实那个 Windows 啊，这个其实有两只哎，你要不要也600元也来一只，好不好？OK 吧？其实它有两，就是它有两副、啊，有两，不是你们分，对对对对。然后有就是真式的跟假式，然后我们待会再来前面分这样子。哎，你刚刚意思不是两只吗？没有，他一副。其实我们有两对，有两，我们有两对，两对。小卓就有两对、就是。不是需要跟灰色衣服先生分哦，就是自己独立一个，好不好 ？OK 吗？600哈、哦，好，那灰色衣服跟 Windows 600。好谢谢 ，OK 啊。麻烦你们来到台前，谢谢。台前，谢谢。好，那再来是这个刚才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个，哎，这边写够的可以举个手吗？写够的举个手。你们都已经投标500了、哦。好，600元有没有够的耳环？非常精致，非常逼真，手作有吗？好，这边有一位绿色衣服的先生，700有没有？够超夯的，应该不止这个价钱吧 ？C9S 在不在？要不要买一个？兔墨昨天不是说很想买吗？兔墨在哪里啊？有吗？限量的哦，就是手做的耳环。好，绿色先生，这个600元，还有没有700要加价的？有吗？哎，我们是忘了说，这个捐款不是给捐赠东西的人，就是捐给 Costco 的。哦，就是大家捐这个物品来，然后就是募这个拍卖的钱都是给 Costco 的。好，好，那刚才提到，哎，刚才是绿色先生六百元，还有没有人要出更高价？可以支持一下，让明年的 Cost Cup 更精彩。有吗？700，前面这边也有，这边也有，哎，这边要800吗？800，1000有没有？1000，绿色衣服先生1000。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吗？有没有1000更高的？大家知道，就是 Costco 在这边啊，就大部分会众其实还是男生为主。
那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拿来送女生的东西啊，对不对？可以邀请你的女性朋友跟你一起学写购，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方式吗？史上还有没有人要加码？史上最不宅的宅物啊！加油！史上最不宅的宅物哈，所以这个绿色衣服现在1000，有没有人要出更高价？哦，对不起，没有看到。哦，后面这边黑色衣服1100，1100，1200有没有？有没有1200？让 Costco 更多女性会众支持一下。前面多少？1200。1200，绿色衣服先生拼了，1200。有没有1500的？有没有1500？哎，上面的那个楼上那个观众席的，怎么都没有喊价呢？1500有没有？好，那我们绿色衣服1200一次，两次。好，那其实这个我们也是有两支哎，这个刚刚这位1100的，要不要也是用1200 ？OK 吗？好 ，OK， 谢谢这个黑色衣服跟绿色衣服两位，1200，请到前面来。好，那我们就往下一个拍卖物品。下一个拍卖物品是最后拿到台上来的，但是其实大家看起来非常的惊人哦，但并不是要拍卖这个东西，而是要拍卖它的这个空拍的服务。中午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会众有看到，就是我们的空拍机在试飞。那时候提到说，就是这个空拍机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它并不是只能拍景物。如果你想要告白、求婚，或者是有任何东西想要宣传、排字之类的，这个服务非常非常的超值。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机器要多少钱，或者请这样的服务要多少钱。就是今天在 Costco 拍卖会就有这样的机会。影片。因为我们好像没有设定它的这个拍的东西直接 stream 出来啊，所以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影片。时代大家用手机就可以拍照，可以拍出很厉害的照片，可是拍出空拍机这种东西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拍得出来，这种机会不好好把握行吗？好，因为这个设备其实还蛮贵的哦，大家虽然现在有一些开源的四轴的可以，大家可以自己组，可是呢如果你要配上相机啊拍照，常常最大的困扰就是你很怕把它摔坏，然后就可能会浪费很多钱。好，所以这边有这个专业的路人甲，好，他会对，他就叫路人甲，因为他很低调。好，他会帮你进行这个空拍的服务。好，那他说这个起标价是2000元，好，有没有人愿意用2000元来这个？我们应该一年内要执行吧，对不对？不能拖太久，等到你都已经老了，还要帮人家空拍，好累哦，好不好？一年内，然后台湾本岛的范围，好不好？就是2000元起标。如果你的你山上有别墅要卖，或者是你要求婚，或是干嘛的，都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空拍的服务。有没有2000元愿意购买这个服务的？村长，我有问题。请说。那个有限定，可以指定时间跟指定地点吗？时间地点应该是先沟通。先沟通，那可以拍多久？可以拍多久？电池没电。应该是说你想拍什么，要拍多久？我下个月要上五岭，所以可以帮我拍吗？你准备拍的时间是1天、2天、3天，要先谈好这个时间。不用，在五岭的终点等我就可以了，我骑车上五岭。OK， 可是你要先告诉我时间，好不好？没问题。村长，我卡森。怎么样？这里。2000吗？5000。5000。5000。好，他省直接就加价，因为他好像很不想让人家跟他抢哦。有没有也是骑脚踏车的？这个 Justin 要不要出个10000？太贵了。有没有其他骑脚踏车的跟 Custom 拼了？有吗？5000？有没有人要出6000？这机会真的很难得。
机会非常难得，不是这么多空拍的机会。哎、欸，大家知道那个拍卖的时候有个事件叫做那个干鞋哥吗？就是主持人自己很想要，然后就把他那个按砍下来。如果刚才就那个 custom 没有喊5000，我可能就会说我要这样子。好，所以好，那我们就5000第一次，有没有人要出更高价？5000两次，好 ，custom 谢谢，请到前面来。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这个可能比较没有那么 hardcore 的这个商品啊，它这个其实是一本书啊，就是《黑客列传》。好，那大家在开源应该都有听说过这本书。好，那这本书，除了它基本上它算是一个经典啦。那但是我们这个版本呢，其实是有译者的签名的。好，然后还有这个其实这边有照片，没有吗？这边下一张有照片。好，除了译者这个 Jedi 签名之外呢，照片可能被切掉了。还有这个台湾非常知名的开源黑客唐凤的签名。好，那所以这一本《黑客列传》，我们起标价是750。谁说太便宜了？先1000啊！哦 ，Mindo 是1000，好，1200有没有？1200，1200，1500有没有？1500，康瑞，1800有没有？上面看台的朋友们，是。好，后面灰色衣服的1800，2000有没有？好，康瑞2000，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2000？2300有没有？2300有没有？上面，哎呦，我都看不到哦。终于有看台，黑色衣服先生，2300，23，下一个指数是什么？2900有没有？2900，我会跳太快了，我们用指数跳好了。2900有没有？哦，康瑞这边有2900，那再来就是3100啦，对不对？3100有没有？好，黑色衣服先生也拼了。好，那再来呢是再下一个指数是多少？3700了。3700有没有人要加吗？3700有没有？我也不要这样跳。3700会抖。我刚才要传的有数字。好，上面黑色衣服先生3100一次。3200两次。有吗？有3700吗？哪里？有3700吗？再举手一下。3700。哇！3700，4100有没有？4100有没有 ？Windows 3700一次，3700两次。好，那我们就3700，谢谢 Windows。耶！他把你到台前，他把你到前面。好，那今天这个Justin 在吗？你要上台介绍吗？这个应该是这个城市人的浪漫啊，机械式键盘加上小红点，基本上没有这种东西的啦，除了在这里。好，那我们今天这位 Justin 呢，是他的这个产品的设计者跟开发者，这个基本上没有在台湾卖的，他都是卖国外的。好，那所以食品在这边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好，那他是来自己介绍，全铝合金，对不对？好，谢谢村长给我们这次机会。那这是一款用德国 Cherry 轴，还有就比较经典的小红点，然后它是属于60% 的一个配置。那是全铝合金，然后还有两个 USB hub， 那其他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个台键盘，是有加上小红点的键盘，对。那等下 小红点有滑鼠的功能吗？还是好看的而已？有，它还可以滚动，对，有带卷动的功能，所以会跟 IBM 的功能是类似的。OK， 对，好，那所以
照目前在国外的售价应该是差不多台币差不多快10000块，对不对？9000多。好，那我们今天起标价是7000元。好，还没有要补充的？没有，谢谢，谢谢。好，那为什么他会来 Costa 这个因为其实 Justin 了解了这个开源之后呢，其实他也蛮想要让这个比如说 keyboard firmware 啊，或者是他的设计啊，都能够用开源的方式来进行。不过这个应该还在进行中，对不对？但他很希望这么做。好，那所以今天所以就他就捐了一台这个东西来给 Costa 来拍卖。好，所以有没有人愿意用7000块起价？7000块。在哪里？哎，我眼睛是不是现在不大好啊？那边后面黑色衣服的先生，好，这边7000元，好，9000元有没有？好，这边格子上衣10000，格子上衣直接10001，好，可以按自己的麦克风就可以讲话，10001，10001，13000有没有？这个质数跳位数好像不太一样。哎、欸，对啊，好像质数跳位数不大一样，没关系哦。那我们要怎么办？因为有附开发者的名片。OK。有附开发者的名片。好，这个真的仅此一台哦。所以有没有人要愿意13000？我可以先问一下，那个是有印还是无印？你要无印也可以，不用担心。我要无印的。对。15000，15000，15000。哦。自在必得，有没有人愿意用18000出价？18000出价，哎、欸，你是不是可以帮大家用雷雕弄个 Costa 的 logo 上去？没问题，想要什么？哦，18000有没有加上雷雕服务？上去还是要自己的 logo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有没有人愿意？照片都可以。有没有人愿意18000再加上雷雕的服务？有吗？后面。什么？有人说可以了。小 B， 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会被认为是干鞋哥，因为这真的有在竞标。有你出价了吗？没有。好，那所以刚才到15000，对不对？15000这边。好，15000一次哦，有没有人要？哎，不要乱举手，我会以为是。好，15000两次。好，15000，谢谢，非常谢谢。你到前面这边，谢谢。然后麻烦就是得标者可以到前面来。好。那我们的这个下一个拍卖物品，它其实不是一个物品，它是一个服务。好，那它是一个英文履历辅导的服务。好，那由爸爸来介绍。OK， 那个英文辅导不是我来辅导啊，因为我英文不是没有那么好，但是我隔壁那位今天早上有现身过的 Pin 在辅导。这个辅导服务啊，其实它的卖点就在于说啊，你看你如果想要去，它重点是它是一个履历的辅导，对不对？有一个台湾 Google 前几个先进去的工程师，现在还被 relocate 全家 relocate 到美国去工作。的工程师来协助你，告诉你的履历应该怎么样做会比较好。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有没有价值啊？我个人觉得很有价值。好，那尤其是聘的英文也蛮好的啊，所以说如果假设各位有兴趣的话，真的这个服务我相信也真的只有这一次而已啊。走出去这个门就真的再也没有了。对，所以各位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来我们的那个起标价，这个应该算非常佛心的。哦，这个聘实在太佛心了，他说1元起标就好了，1元起标，哎、欸，1元起标啊！这个质数我们要从哪个位数开始加？我看我们还是从百位数好了。1元起标，那哎、欸，其实大家知道聘其实是前几年的这个总招之外呢，他还有一件丰功伟业，是他设计的一个元件，一个电子感测元件，其实有上过太空，跟着太空梭上到太空，到应该是到 ISS 吧。装在 ISS 上面去感测什么东西，太难了，我不懂。好，但是你就知道这个家伙实在是非常非常厉害哦。本来是物理的教授，后来去 Google。好，那所以我们有没有人愿意这个参加这个英文的履历辅导的这个服务，来出个价，直接出价。桌上的这个可以直接按出价，还是太低了，大家不好意思讲那个价钱。
资料 ，Cost Cup 会中一半是学生，是学生的可以举个手吗？是学生的，不会叫你们付钱，不要紧张。是学，所以这个很多嘛。然后大家还就现在大四的好了，就是大四的举手，大四有大四嘛，有一些。然后就是进入职场心情，就是有没有可以按个麦克风说一下？应该很紧张嘛。可是大家就是可能是念资工相关科系的，然后大家最想进去的公司原则上就一定是 Google 嘛。有 Google 200来这边有人出200。还没有在网上。报告200不是直数哎，你要不要挑另外一个数字？好，我们用百位数算就好了。对。500。500。3000。哎，对，如果是那个教授有学生需要这个履历辅导，也可以帮学生这个出价哦。好，3000。好，那有没有3500？有没有3500？哎，3000是在哪边举个手好吗？好，上面的这个灰色衣服的先生，好，有没有3500的？好，那就是3000一次，3000两次，那3000，非常感谢上面灰色衣服的先生，请到前面这边来，谢谢。好，那我们的下一个。这个书呢，也是一本书。好，那这个是，其实这个书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实用，因为它是第三版的 Pro 学习手册，那现在应该已经出到第五版了。好，那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因为这个书啊，你知道这个 O'Reilly 的书，其实在台湾最早就是由 O'Reilly 台湾分公司，好，那后来这个台湾分公司就收掉了。那在收掉之前呢，这本书啊，其实是我看一下这是哪一年了，已经超久了，2000年左右，2004年左右的时候的一本书啊。那这个是由在台湾的社群一群人一起共同翻译出来，去跟出版商谈说，哎，我们来出中文版，因为前一版你们翻的好像不是那么好。那所以这本书是有它的这个历史的价值。好，那所以上面呢，其实也有主要的译者也是唐凤他的签名。那这本书的起标价是500元，500元有没有人愿意？哎，曾经写过 Pro 的，虽然现在不写了，还500嘞，600，有没有人愿意用800元出价？哎，有，在哪边？1500。哎，你是不是都还没有成功得标啊？这志在必得一下吧。1800有没有人愿意？1800 C9S， 2100有没有人愿意？2500在哪边？举个手好吗？2500，好，然后2800有没有人愿意？2900，哎呦，对不起，你自动帮我进位成直数了。3100有没有人愿意？3100有没有人愿意？好，那我们2900一次。哎，5000吗？5000。这是印兔吗？看不清楚，印兔5000哦，5000，好，有没有人愿意用6000出价？有没有人愿意用6000出价？好，印兔5000一次，5000两次，好，非常感谢5000元，请到前面这边来，谢谢。那我们再下一个的，它不是一个商品，它是一个服务。好，那大家知道，其实过去蛮多年，我们 Costco 还有其他很多活动的赞助跟这个销售，都是由虾姐负责。那他想要传授这个秘诀，好，那由他自己来。叫虾姐，我要折寿了。大家好，我们是 Costco 的销售组，2013到2015的。四个固定伙伴，那因为有一个去准备出差去上海，所以我们三个代表。那我们想要拍卖的项目呢，是一个故事，一个如何养大 Costco 的孩子们的爸妈血泪经验谈。这个经验谈是怎么来的呢？在 Costco 的那些年，我们大概的成绩是这个样子。那可是我们主要分享的是2013到2015，为什么是这一段呢？因为2013我们前进了 TICC。Costco 要证明，我
我们可以在中研院这个场地成功的带领了大家举办了一些经验，我们也可以挑战比较不一样的场地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那一年呢，我们的我在 Cold Cup 销售组大概是第六年吧，那一年的金额从100多万的目标变成300，就是大概暴增了一倍。然后这两位伙伴呢，第一次加入销售组，我就说，哎，恭喜你们，我们是史上最大挑战。而那一年我们失败了，那一年是 Cold Cup 首度出现净亏损。那第二年呢，我们就当然会做一些改善啊什么之类的，所以第二年的成绩呢是328万，329万，不好意思，请容我就是厚着脸皮的讲一句，在台湾的社群，台湾华文开源社群应该还没有一个团队可以拿到我们目前这样的成绩，所以我们四个伙伴想要把麻烦下一张把我们的经验分享出来，你在这里可以听到我们对于台湾地区、大陆地区、欧美地区不同的地区的赞助商，你要怎么跟他做商业谈判，你要怎么在互惠的时候跟他告诉他你应该要支持 open source， 然后在台湾这么小的地方，但是会有什么样很棒的效益，会带来怎么样很棒的事情，什么我们会把这些经验所有的妹妹嘎嘎都告分享给大家。已经开始了，还没有讲，不好意思。谁出价？我们的拍卖，我们这一组的方式拍卖这个故事比较特别，是我们不是只针对一个人，我们想要针对一群人，我们想要把这个经验 open 出来。我们希望你有这个打算办活动，或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来听听我们的经验。在这里，我们会非常无私的把我们所有的血泪啊。过程啊，都分享给大家，但是听八卦没有，不好意思，这是基本职业道德。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就是拍卖我们的故事？我要请伙伴来告诉大家 ，Candy。在说明那个拍卖之前，我先说一下我这边的部分。其实他之前在他的脸书上面有说明了他会加码的部分，比如说猫耳啦，比方说旗袍啦。那但是你知道，那个已婚的中年妇女其实也不太适合卖这些东西，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Candy 这边就只能卖这个已经过期的美色，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些职场的经验，特别是加码的部分。其实这是在当初我们在招募实习生的时候，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一组，在职场上打滚的经验，能够分享给在座很多的学生们。不过后来才了解到说，其实大家好多人都是来这边交朋友的，所以实习生有点失落，来的人不多。那希望透过这个拍卖呢，能够招募到你即将进入职场，那职场上的一些美角，你的 email 应该怎么写？这是中文，不是英文。那怎么样跟你的主管应对？怎么样跟你的工作伙伴做 co-work？ 那我们这边都会给予适度的经验跟建议。当然，如果有适度小小的，不是，应该说应该有一些小小我们在跟赞助商有一些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会稍稍带过，然后用马赛克告诉你们，只是现场绝对是禁止录音、禁止录影，所以这是绝对机密的一个场合。那我们的规则是一个人800块，只要你愿意来参加这个 conference， 场地我们会来负责，只要你出800块。那30人满团，50人结团，80人。上线，那有兴趣的人，请你站起来。报告，这样我有一点吃亏，因为我有兴趣，但是我已经站起来，你看不到我。OK， 你可以举手。好，感谢钱总招 Bob 第一个带领。好，还有人吗 ？Anyone？ 哦、，Justin， 谢谢。Penny， 好难算哦。我们分开来好不好？这一区的人，那个欧三，你帮我数这边有多少人？好，这一区，佩妮帮我算，你们站这一区好不好？这边1、2、3、4、5、6、7，楼上，有看到，我看到7、8、9，这一排有9个。楼上我算到了，这边有下面。
的九七十六，哎，九加七十六，对对对，没错，这边十二，十六加十二，二十八，二十八，差两个耶，有在追加吗？好，三十满团，没关系，如果你还想要，就是想要来听，补充补充补充，你现在看到我们台上是三位，我们有不同的身份。Candy 是 PM 出身，然后有，应该是我是组内唯一没有 PMP 证照的吧。然后Paddy 自己本身是工程师出身的创业家，是老板。所以你们来听到的还有就是属于工程师以后怎么创业，怎么被我们带坏洗脑，然后把那个客户抠进来的一些技巧，请大家参考。那我是 PM 出身，所以我擅长是跟工程师沟通。这个很重要，那工程师怎么跟 PM 沟通，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刚刚有三十人差不多满团的，请你移动到 Sing 这边开始进行刷卡的动作。当然你想要再追加三十人之外，我们也非常欢迎，但切记请你一定要留下你的资料，让我们可以联络你我们的场次，就是你可以连或者是 email 电话好不好。我们时间暂定是下周日，好不好？大家请排除万难，我们一次把它解决掉。下周是第二次。晚上大家 OK 吗？我们还是用晚上的时间，好不好 ？OK 哈，好。Anyway， 我们是晚上的时间，好不好？所以有兴趣的伙伴，拜托赶快过来。我们用十年以上的经验，让你一个晚上就学成。好，谢谢，我们把主持棒交给高村长。好，非常谢谢这个热心参加的三十位跟销售组的大家，非常非常的感谢。好，那我们的下一个拍卖品呢，其实也是一个服务哦，这个服务叫做，不是在前面，糟糕，在前面，可能漏掉了，还是顺序错了。啊，对不起，没错，对不起，我错了。好，然后大家相信今天看了蛮多，听了蛮多的 talk 啊，就发现其实蛮多人的这个简报功力都蛮厉害的，对不对？如果你想要有一天上台，好，然后来做一个 talk， 给一个 talk， 那其实有蛮多小小的细节在里面需要注意的。好，那这本书呢是简报原理，是在社群蛮活跃的一位朋友 Jedi 他写的。好，那这本书是在2012年的时候出的。好，现在可能不知道还买不买到，还可以买到，那就不值钱了，糟糕啊！不过它有签名，有原作者签名。好，这本书有原作者签名。那这本书是Jedi， 那我们起标价500元，有没有人愿意500元学习简报的技巧？有吗？上面，哦，这边上面灰色衣服的先生吗？500元。好，有没有人愿意用600元出价？有没有人愿意用600元出价？好，500元一次，上面灰色衣服的先生，500元两次，500元，非常谢谢。还有吗？刚才有吗？啊、对不起，刚才。刚才有人举手没有被看到嗎？有，对不起，在哪边？在那边。哦，这边。哦，是，不好意思，你要出多少？听不到，八百是不是？不好意思，刚才灰色衣服的先生，这边有位800元，刚刚没有看到，1000元有没有？好，他出1200有没有？1500在哪边？可以举个手吗？好，上面1500。1800有没有？有没有人愿意出1800？好，那我们1500黑色衣服的先生一次，1500两次，1500，非常感谢，谢谢，请到前面来。好，那下一个其实就不是商品了，是一个服务啊，是我们这个社群的。名人大大，欢迎宅瑟。大家知道宅瑟夫是一秒钟上下几十万的，他
他会坐在那边陪你写程式、哦、那我们请他来详细说明这个内容，包括他时间多长啊，然后需要买饮料给他吗，还是什么的，请翟瑟夫说明一下。大家好，就是我的兴趣是写程式啊，那但是从三年前发现啊，我有个兴趣。潜在兴趣就是陪人家写程式，好，对啊，好。如果你有今天参加那个有一个应酬在讲那个开发 OS 的，就是这样哈，就是上课都这样上的哈，就是有人写程式都陪你写啊。那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我们考虑到有些人的经济状况可能比较不这么强大哈，所以呢，你可以不出钱 ，OK， 就。不是，就是一定是讲错话。我每次指出学校的特色的时候，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好，然后就是那个麦克风都会失效。好，那我不会应该是讲对某件事的。好，就是说所以等一下起标的时候呢，就是起标价应该是1块钱的。好，那但是呢，你可以选择说出钱，或者是出反正对我来讲这都一样，就是你可以出钱，或者是说你可以出某一种对我来讲等价的东西。好。好，这个等价东西是这样。我的等价。马尾可以吗？对，就是马尾。好，所以不要怀疑，就是所以我对我来讲，我的等价比就是说，对这个，就是你可以让我抓马尾哈，然后就是，但是一个人只能抓一次哈啊，所以。简单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出钱的话，你就出马尾哈、哦啊。一个马尾可以抵100块啦，啊、哦，但是要独立人啊、哦，好，那不分男女性的、啊。等一下，你这样不对，因为我们这是要募款给 Cost Cup 啊，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还是喊价，但是如果你有马尾让 Jason 拉的话，就可以，就是你出钱，对不对？对，我出钱。哦，就比如说喊到5000，有没有？对，但是呢，有个重点就是说。那马尾是有上限的啦，就是马尾最多是到，就是一次抵100嘛，所以最多到10次这样，啊、对，这样就比较 make sense 了，好，了解。那我们的起标价是1元嘛，对不对？对。好，但是已经这个有马尾的可以直接出1000了吧，对不对？有没有人愿意用1000块让 Jason 陪你写程式？1000。干学姐。我可以马上吧。好，有没有人愿意用1500？中间这位白色衣服的先生，不好意思，我要澄清一下哈，我们等一下可能要重来哈，就是说这个单位是用天数来算的哈，就是是一天呐哈，对，没有一辈子的哈。不好意思，我想要确定一下，这个一天是几小时？一天是几小时啊？你不睡我就陪你，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更新了这个拍卖品的 spec 啊，就是你的一个不睡觉的 session 这么长的时间陪你写程式，对吧？对，但是精准。你要睡觉，我就要离开了。对，你要睡一下他就离开了，他不陪睡的啊。好，2000有没有？2000有没有？1500吗？刚1500。刚是1500，白色衣服的先生嘛，哈，2000有没有？翟瑟夫陪你写程式，你到现在一共陪多少人写过程式啊？有没有300人？没有那么多，要活下来，可以陪我写程式的没那么多人。哦，都不知倒地了，对不对？2100这边 ，C9S， 好，那有没有人愿意出2700？2900在哪边？2900绿色外套的先生，3500有没有？3500有没有？好，2900绿色外套的先生一次，有没有要出更高价？多少？3100是不是？3100 C9S， 有没有人要出3500？有没有人要出3500 C9S 3100一次？3100两次。好，非常感谢 C9S 3100。由 Jason 陪你写一个清醒的 session， 我知道他都不睡觉的，你确定哦？好，那我们剩下的拍卖品其实不多了，但是请大家留到最后有一个压轴。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是地球观测的纪念衫，这个是全世界限量
几件？六十件是不是？全世界只有六十件的，那你来说明一下这个地球，这个是由逢甲大学的这个 GIS 中心的钟老师捐的一个地球观测衫的纪念的 T 恤。好的，喂喂，大家好，我叫嘉诚，今天就是要来卖衣服啦。那除了衣服之外，其实我们也是卖一个梦想。那这个梦想是这位钟博士他的一个小小的梦想。那首先呢，为什么要卖这件地球观测纪念衫呢？因为其实这本来是我们中心的一个赠品的，那就是一直送不出去，所以我们想说就来符合一下这个 Cost Club 的精神。那这件衣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这件衣服它的设计理念是这样，那个钟博士他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你知道 GIS 做久了，就人就开始会想东想西的，然后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他想要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就是从一些国际组织上面得知了，有一个叫做地球观测的一个组织。那这个地球观测的这个组织，他就把地球观测分为一个九大领域，就是分别为灾害、健康、能源、气候、农业、生态，然后生物多样性、水资源跟气象这九大领域知识领域。那钟博士他就是想要完成这个梦想，就是去做这九大领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这件 T 恤的设计理念就是把这九大知识领域呢，把它用各国的语言，然后排成一个地球的形状，然后放在这个 T 恤上面。那在赤道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把这个 Earth Observation 的这个 Integration 的这个概念放在这个赤道的地方，就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去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那穿起来就是大概像右边这张图的这个样子，非常的英俊挺拔。那穿上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路上最神气的那一个。那我们的起标价是150块，谢谢。好，非常佛心，但是又有国际观的起标价150元，有没有人用150元这一件非常非常棒的地球观测的 T 恤？前面500，这衣服的先，哪边500？500，可以举个手吗？这里前面，在哪？哦，这边有500，这边有500。哎 ，size 是什么 size 啊？XL 的 size 啊、哦，这边有500，有没有人愿意用800？有没有人愿意用800？好，我们前面这边500元的，是哪一位？500元，黑色衣服500元，先生一次。这边800，摄影机后面的大哥800了。有没有人要1000？有没有人愿意出1000？地球观测，地球只值1000吗？我们只有一个地球。1000，有没有人用1000？好，我们摄影大哥800一次，800两次。好，那就非常感谢摄影大哥800，谢谢谢谢地球观测。好，那好，好，那再接下来呢，我们剩下最后一个商品，然后再来是两个非常特别的服务，压轴的服务哦。好，那这个商品呢是大家知道 G0V 嘛 ？G0V 其实跟全世界蛮多不同的地方的人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哦，就是做开放资料、开放政府。好，那所有全世界的这一些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也不是组织啊，就是一个聚会啊，就叫 Call for All。因为我们知道有比如 Call for America 嘛，然后 Call for 比如 Hong Kong 或是 Call for 哪里。好，那所以就有所有的人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一些做这些事情的团体，他们就有一个 Call for All。好，那我在去年的时候有参加到他们的一个就是高峰会，去讨论我们怎么共同合作啊这样子。总之呢，就有一个纪念品，这个也是限量的，全世界应该只有100个左右。好，那这个应该是一个15寸的 MacBook 的这个可以装进去的有点弹性的这个笔电包。好，那起标价是1000元，有没有人用1000元 Call for All？ 1000元 Call for All， 15寸。后面灰色衣服的先生好像非常兴奋。好，西西莲，对不起，我现在眼镜有点看不清楚。西西莲1000元，哦，1200有没有？15寸的。哦，上面灰色衣服的先生，大家怎么都穿灰色的？1200，谢谢。1500有没有？哦，西西莲1500，哦，这样可以加速了。2000有没有？
好，上面2000是不是？好，2500有没有？哦，右边是自展吗？2500、2500、3000有没有？自展在前面。啊？谁？没有，我说自展在前面。哦，对不起，看不清楚。3000有没有？Irvin拼了啊 ，Irvin。输人不输阵啊？有吗？输吗？你输吗 ？Irvin 输3000是不是？3000，好，3500有没有？3500有没有？好 ，Irvin 3000一次 ，Call for all，Call for all 3000一次，3000两次，非常感谢 Irvin 3000，谢谢谢谢。麻烦你到台前。好，麻烦到下面来。好，那再来呢？其实今天是哦，我们有一位工作伙伴，他今年是工作人员吗？今年不是，但他过去几年常常来台湾当工作人员的 Sammy， 他是香港，从香港来的。好，那由 Bob 来介绍，他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好，这个应该是非常感觉好像非常豪华哈，来拥抱热情的岛屿啊。那 Sammy 呢，他过去几年，如果你有参加过 Cross Cup， 他其实绝大部分都会上来讲一些题目，今年也有哈。那他打算说带大家去游香港，那可以看一下由港仔眼中的港仔风光到底是长什么，到底是多么的港仔哦。那当然香港你会去过很多地方，或许很多人都去过很多遍。那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你会看到比较都市的一面，你也会看到比较乡村的一面，你也会看到好吃的一面，你也会看到好买的一面。不过不管你去过几百次，除非你有一个香港朋友在那个熟门熟路带着你，不然就不会有一个，不然就不会有自己的感觉嘛，对，就不会有说哎，我好像我也融入了港仔一日生活圈的感觉哈。那香港是一个国际购物天堂，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国际美食天堂。好 ，OK， 它有一大堆东西可以吃，那这些东西旅游书都有，所以不稀罕了哈，我们就不会带你去那边的地方哈。那所以，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我觉得问题是起得很好哈。那其实真正就是要体验那边港仔文化，对，港仔文化。那所以说你也可以跟着 Sammy 去当地去看一下当地的历史啊，他还会跟你解释说这些东西是什么啊，这些的。那会告诉你100年前到现在的香港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去带你去一些触发你思古之情的那个景点啊。那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商品呢，很重要的注意事项有2点。第一点就是它也附带着一大群一样热爱 open source 的香港朋友陪你一起玩。第二件非常非常重要啊，先拍手完，好，先拍手完，反正掌声是给他的，掌声是给他的。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个机票跟酒店要自理啊，机酒要自理啊，机酒要自理。好 ，OK，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服务的起标价是1500元，没有人用1500元到香港的时候，我怎么突然有点香港腔了？到香港的时候，由当地的 Open Source 朋友带你去体验香港一般人不会看到的那一面。1500元有没有？3000。谁喊3000了？在哪里？上面黑色衣服3000。确定一下是3000+3000还是3000×3000啊？好，3000而已吧，三千，哦，已经喊到直接喊到3000了，有没有人应用4000？村长，请问多久内要用完？多久内？多久内？一年内好不好？三米在吗？哦，他是不是生病了？生病不在，我们就帮他决定好，先帮他决定个一年好了。一年内应该可以吧？一年内比较合理一点，不要等到老了之后还要带他去玩。我20年前跟你买过一个3000的这个导游，一口气从100年前的香港变成160年前的香港。刚才这边是不是有4000的？哪边？哦，这边上面黑色衣服先生4000，有没有人用5000出价？5000，5000，哎，这两位这边也是黑色衣服，有没有人愿意用6500出价？6500出价。哦，后面加到6500了，那有没有人愿意用8000出价？8000出价。对不起，左边是小姐吗？对不起，刚刚没有看清楚。有没有人用8000出价？这边这位小姐8000出价，有没有人用10000出价？有没有人用10000出价？好，那我们上面白色衣服的女士，8000元一次，8000元两次。哎，这边这位黑色小姐，你要不要也用8000元？因为她应该可以一次带两位吧，或者是分两次带，可以吗？好不好？要吗？她不同意，我就凹她。对不起，听不清楚。分开。
一万带两位。哦，一万带两位，那就是重新的出价啦，应该是一趟的价钱，所以两位应该是 OK 的啦。那所以一万，有没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一万。还是白色衣服的小姐愿意用一万块，然后我们请 Sammy 带两趟不同的这个旅程，好吗？OK 吗？一万，好，感谢两位女士一万元，各一万元，非常非常感谢。好，时间有点不够，我们要加速了。今天是最后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服务哦。那我们竞标方式也会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这个服务的内容呢？是大概有20位网络的名人哦，他们拍卖跟变更这个 Facebook 的头像24小时，好、哦，所以可以在应该是一年内啦，指定一年内的时间哦，跟他们讲说 ，OK， 我们这个时间点要开始让大家，这20几个人都换，十几个人都换头像，换24小时。哦，那我们怎么决定内容呢？是由每一组人他们可以自己出，好、哦，比如说我们这边是不是有 MobCon 的伙伴，有吗 ？MobCon 的伙伴有在吗？哎、欸，他们没有来。好，譬如说，你就可以放一些你的这个 campaign， 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好、哦，或者是你的宣传、你的公司、你的组织、你的团体、你的 conference， 好、哦。好，这个是大家都换头像的一个威力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参与者其实有蛮多的人的。好，那我们也同时开放现场的人加入这个 campaign， 好不好？就算你不想出钱，你可以donate你的头像参加这个 campaign， 让大家来出钱去付说他们想要进行什么样的这个广宣。好，那所以大概目前 sign up 的大概有这些人哦，他们的朋友数大概有11000人左右哦，你可以 reach 到11000人。好，好，那所以那我们这个进行的方式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找几个人来示范。哎、欸，你可以来一下吗？你想要宣传什么事情？对。哦，宣传明年的 Cost Cup 哦，就是好在未来某一天我们会请这所有的人都换成 Cost Cup 的头像。好，那他譬如说这个愿意出这个3000元。好，那另外呢，有些人可能就说我要这个宣传洪秀柱，他出5000。好，那这时候呢，另外一位这摄影大哥就可以说，哎、欸，我加5000加码到 Cost Cup， 那这个钱就加起来了，3000加5000，8000嘛。好，那最后就有最高的这个 campaign 的金额加总的得标。好，所以你也可以随时启用一个开启一个新的 campaign， 譬如说你要支持，我不知道支持谁，女性参与 Open Source 啊？什么？女性参与 Open Source， 女性支持女性参与 Open Source Waffles 或是怎么样子哦？你可以加入这个 campaign， 一个人也可以参加多个 campaign。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 spreadsheet 让大家来直接加码或是提说你想要就是支持哪一个 campaign。 好，可能字要大一点。好，那我们可能要把这个金额先清空。好，那我们已经有听说 MobCon 要捐多少钱，他没有讲，他只有讲说他要参加。哦， MobCon 说他要参加，那可是他们好像今天人可能没有来，所以我们就直接帮他出价3000。好好吧。好，卡住了，有人 browser 卡住了。好，那现在现场有没有人想要提说你想要大家把头像换成什么的，然后甚至你出一个比3000高的价钱，有没有？有没有支持洪秀柱的？啊？哦，现场可以加入换头像。你要加入换头像，那你要不要出价一下？只是说我要加入，我可以跟着。我知道，但是你同时出个价嘛。要、啊、加到什么？你要加到哪一个 campaign？ 你希望大家换成什么内容？他是要被换。我知道啊，但是你也看你希望大家换成什么？有可能是冤案导师。冤案，请大家注意冤案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有两个 campaign 哦，就是一个是 MobCon 的3000块，一个是冤案，请大家注意台湾的司法正义跟冤案。好，那详细的内容哦，他宇昌到时候会再提供。那这个他提供1000元，好，所以现在一个是3000元，一个1000元。好，那如果你想要投标的话，那你就请按你前面的这个发言的按钮，然后说你想要投哪一个，然后多少钱。冤案有没有人愿意再让他更多钱？参与社群，参与社群这个要叫什么？冤案那个？冤案的参与社群。好，我们现在这个荧幕上啊，你就会看到说，等一下出价的就会加在这个下面。
好，然后上面会是一个加总，你就可以看到最高的是哪一个。那最高的呢，它的最上面那一行，那一行就会出现一个页的这个姿势。好，所以这个一万多人的宣传的渲染力，哦，有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出这个钱？啊，我出一下好了，我出5000 GDD Summit。哦。好，那要加到下面去，对对。好，有没有人愿意出？在这边绿色衣服的。不好意思，那个可以是公司的 campaign 吗？可以，可以，什么都可以。齐群科技一万。齐群科技一万。不好意思，哪个齐哪个群可以明确的跟我讲一下吗？我字要怎么打？应该是猫脸辨识器一万吧。哦，是吗？猫脸辨识器一万。不好意思。哪边在？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Hello， 就是这边是一个回不去的概念。那个，我想要donate我的头像，然后我要开一个新的 campaign， 新竹马农一万，新竹马农一万，现在跟齐群科技两个都是一万哦。那大家这边还有新竹或是齐群的朋友，都可以自己加价，或是你的朋友是新竹的，或者是你朋友是齐群的，你想要加价超过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出价。喂。后面 GDV 上面5000 GDV 上面5000哦，现在三个一万的，天啊！这边哪边？GDV 上面2000 GDV 上面2000哦。好，马农，我要看到几位马农，要不要出个价？不好意思，我想要帮 GDV 加1000 GDV 加1000、GDV 加3000这里 C-Con 2000 C-Con 2000我开新的 content， 是，然后 SkyMizer， 然后15000 SkyMizer 直接15000 SkyMizer MIZ 啊，刚 Windows 是不是还要再出钱？没有，你可以改哦，你可以改支持别人哦，好，所以如果想要马农的，想要支持这个 Luba 的，可以哦。好，还有没有人要直接出价在上面？支持哪一个 campaign， 或者是想要换头像？Freedom 是要最高的。马农再加6000。新竹的科技业的薪水就很多，要输给这个一群散沙的社群好吗？所以好 ，SkyMizer 加到20000，然后新竹马农再加4000。SkyMizer 拼了。好，还有没有朋友愿意直接出价在上面？这边现在有一万多人的朋友可以被这些粉丝页的头像给宣传的 reach 到，有没有人愿意再出价？现在最高的是新竹马农和 SkyMizer 有两个 ，GDV 加4000是吗？怎么大家都变成一样的钱？这样钱麻烦了。像我们是要贴，要切成3块。我们是要一八小时，八小时，八小时。可是这个时段会有争议啊，对不对？24小时换3次，全部拿回家，这也是一个方法哦。所以好，那现在还有没有要再出价呢？还有没有要再出价呢？已经到了一个这个恐怖平衡的状态了。因为现在一出价就跟我们这个罢免投票一样，一旦超过门槛，反而得票减少。我们现在可以三个全部都收起来，对不对？有人出价变最只有拿最高的那一个，糟糕了，怎么办？好，所以还有没有人要再出价呢？没有，他们加到20000就可以。嗯，够不加20000，对啊。不好意思，那个其实是有。解法的啦，如果说要最大值的话，就是其他想要一起参加的也自己自行加到20000。其他的 campaign 有没有人愿意把它加到20000？这好像有点凶哎。好，所以这个 Windows 提出的这个解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有没有愿意直接再出？譬如说这个。10000块给猫脸电视，
有规定一次一定要加1000吗？没有啊，你可以加100啊。Ccon 加100。谁加100 ？Ccon。Ccon 加100。这里要很多 Ccon 的工人呢、啊，大家一人出100，多工人嘛，对不对？啊。谁敢加一千了？哎，Ccon集体直追。还有没有人愿意出价的？啊，不要说我不支持啊 ，Ccon 加50啊，不是、啊。虽然没有限制这个金额，500，500，500，500，再100 ，Ccon 再100 ，Ccon 再加100，三只小猪是什么？哦，投钱是不是？小额捐款。好，后面白色衣服的先生，强哥吗？强哥吗？你被消音了，你来自消音的国度。Ccon 加2000啊。Ccon 加2000。啊，强哥挺了，我也再加1500啊。哇 ！Ccon 加1500，哎 ，Ccon 正在以惊人的小额募款的速度逼近前面的三个大咖。哎，三个，我们不要让他换三个好了，看还是哪一个比较多就哪一个，不然。有没有人愿意出价在其中某一个 ？Ccon 再加2000，这边前面，新竹马龙100块，对啦，这就是黑客精神，你知道吗？用最小的力量达到最大的效果，距离 V 500。好，现在还没有人要开新的 campaign， 有没有人要开新的 campaign？ 你看到现在只要就是不管记录组或任何一组常务组这些闷鸡股，每个人开始喊100，我们很快就可以加起来了。大家都口才有多少工人？就是 是学生，然后是来自 Ccon 的，还有没有 Ccon 要加钱 ？Ccon 加1000 ，Ccon 加1000 ，Ccon 加1500 ，Ccon 加1500，要冤案，对不起，冤案加1500。后面这边，后面，哎呀，单单高一点呐、啊、，Ccon 加1000嘛，我听到 Danny 嘛，对不对？我听到了4次哎，我确定一下好不好？是不是要加4次？好，我们还有没有人要出价？现在的状况是 G0V 以400元的差距领先了新竹马农。Ccon 再加1000，然后 Ccon 集体直追踪，团结力量大，伙伴们。右边，右边上面吗？新竹马农1000 ，Ccon 再加100 ，Ccon 再加100。哎，有喊价的，等一下最后得标了要记得来缴钱哦。哦，不是喊好玩的哦。哦，我们都相信大家，但是要来缴钱哦。好，那目前是新竹马龙以21100的这个 campaign 领先。不好意思，我自己打自己。Sky Miser 再加2000。Sky Miser 再加2000。Ccon 加100。Ccon 加100。刚刚。G0V 加689。宇昌这边，宇昌这边。宇昌 ，GDP 加609，相信这个数字都没有任何影射啊、哦。冤案加920，好，目前是 Sky Miser 以22000元领先大家。哎、欸，都没有要支持那个洪秀柱的吗？因为你一出价之后，别人就会出更多哦。Ccon 加100 ，Ccon 加100，看有没有 Ccon 工人，快快快 ！Ccon 加100，好，哎、欸，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可能要在5分钟之内结束这个回合哦，然后让我们的拍卖卖相画下一个句点。有没有人要再出价？马农加1000。对不起，后面说什么加1000 ？Ccon 加1000。
还有没有人要出价呢？或是有没有人要出头像？想要出头像的会后也可以和这个居营 V 三一八，哇！居营现在以116元领先了这个 Sky Miser。哦，对不起，只有差16元，好，差16元领先了新竹马龙。哎、欸，这边新竹马龙50。好，我们时间还剩下3分钟，请大家踊跃出价。Danny， C 控怎么办？C 抗多少？什么什么？场务组工人。哦，他只是在鼓吹大家募款，自己没有要出钱。好，赶快。想一下，会有多少人触及到？只是三万人嘛，粉丝有3万人。粉丝三，就追踪这些人。朋友1万多。对，然后这些人都是大大，所以宣传效益，大家都按大大的赞，然后就传到别人墙上。所以一定不止3万。C 抗加3000。哎，急起直追了。后面 C 抗的、啊。C 抗加1000。好，我们还剩最后2分钟，请大家踊跃出价。这个上排的朋友有没有要出价的？C 抗好像差一点啊，对不对 ？C 抗现在差5000左右。找10个人应该是500嘛？要准备开始倒数了。好，最后90秒，请大家踊跃出价。C 抗加1000。C 抗加1000。C 抗再加1000。你说谁加3000？哎、欸，好危险、哦！有人反悔了。来，还有没有人要踊跃出价？最后60秒。C 抗加500。哎呦！哦。哎呦。B 加1000。哎。对不起，哪边？后面 C 抗的。C 抗加500。C 抗再加1000。哎，对不起，上面 C 抗再加1000。87。87。是加给谁？马农。然后，哎、欸，刚上面是不是有出价？刚 C 抗再加1000。OK， 好，那我们 C 抗2000。我们时间小额募款，小额募款，看看达到多少。我们剩下最后30秒的时间，有没有人愿意继续出价？29、28、27、26、25。马农2000，马农2000。23、22、21、20。19。C 抗再加2000。17、16、15、14、13。我想数快点哦。11。最后10秒钟。9、8、7、6、5、4、3、2、1。好，那我们今天最后是由 C 抗，有大概将近三十位的朋友出了25700元给 Coast Cup。来宣传下一次的 C 抗，或者是你们想要宣传的任何的东西，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给大家再来给他们鼓掌一下好吗？好，那就没人玩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拍卖会呢，就最后的结束，我把这个麦克风交给博强。补充一件事情，心颖要心颖自己说吗？心颖自己讲。刷卡妹要讲话啊！那个，刚刚你有刷卡800块，
销售组经验谈的朋友们，你要确定你有收到开放文化基金会寄的 email， 这样才有刷卡成功。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我会在前面多停留15分钟，欢迎来前面找我，可以付现或刷卡，谢谢各位。然后快速讲一下，就是拍卖会后下一个活动是 BOF， 然后6点半会开始发披萨，记得大家关注一下粉丝专页哦。好，但是在关注一下粉丝专页之前呢，我要插播一下一件事情，对对对，要走的人请或许会想要留下来听一下哦，就是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活动，今天早上我在讲的演讲的时候有提到说，就是这个是由不是工作成员的社群，然后在社群在那个 mailing list 上面提出了，他说 Costco 到今年第10年了，是不是应该来切个蛋糕啊？掌声鼓励一下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有请那个 Costco 也是之前工作人员协助我们哦，来做一个就是 Costco 的蛋糕。那不然跟蛋糕合照的机会100元起票啊，不是啊？那个刚刚有得标的朋友啊，我们邀请你下来跟我们一起拍照好不好？对，就是做一个纪念，就是10周年的纪念这样子。那欢迎你下来这边跟我们啊，跟蛋糕一起拍照这样子。我跟你讲，这是另外一个绝无仅有机会。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禁止饮食，对不对？那所以等一下只有切而已哈，不会吃哈，只有切而已，切一下然后就拿出去外面了哈。然后那个 C-Con 的伙伴们，就是我们还是要交钱，对，就是我们要赞助 Costco， 然后感谢 Costco 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宣传。然后我是明年2016的行销组长，就是我们在 Costco 结束前要就是算是收完这笔钱，然后开一本收据，然后就直接联络我这边，我会开一个表单给大家，就是稍等一阵，我等一下开表单给大家，谢谢。好，大家在荧幕上面已经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卓的蛋糕已经出现了。小卓蛋糕呢，身长1.8米，然后非常强壮。他现在正在站上了打击区，然后准备挥出，不是，后面已经乱扯。那个得标的朋友一起下来好不好？就是跟我们一起跟蛋糕，然后拍个照这样子。那切蛋糕仪式应该不免俗，就是来找个那个精神指标哈。那精神指标，不然就小 B 好了，好不好？啊，那小 B 来那个拍一下。我瞧一下，我来瞧一下。那个我们的投影机好了。要一起拍的朋友哈，要一起拍的得标的朋友们，可以直接上来上面就好了。同走无期哦，同走无期。我觉得如果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切蛋糕啊，其实我蛮害羞的。所以那个太好了，爸爸 Justin， 麻烦你们就是陪我一起，不然我会紧张，好不好？好啊，我们可以握住你的手。害羞。好，那我们就那个得票朋友一起就直接上来好不好？直接上来，得票朋友，得票朋友已经被我 Q 3次了。得票朋友跟我们一起上来。得票朋友，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9次。只有你上来。有啊，我也是得票的。我也是得票的。对啊，刚 C 康不是一堆人吗？对啊 ，C 康不是一堆人。出来啊！有出钱，刚刚有出到钱的，全部都上来拍照，好不好？强哥，强哥在角落，不要宰啊！强哥就上来啊！啊，真正不是也有出钱啊？真正也上来。对啊，来啊！猫罐头先生，键盘不是你的吗？不要是不是？好吧。不好意思，刚才有得标还没有来领取的物品跟刷卡或是付现的，可以到前面来，谢谢。
大家进来一点嘛，进来一点，进来一点。那我们，好，我们先来跟蛋糕。大概站中间，站中间的，站中间的，站中间的，所以我们要跪着。好像跟他的海一样，不知道没有到底是哪里。对啊，我就说他。